喷。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，这会儿来大棚挑肉肉了，这些是挑了要搬回家的。看我们这边棚子已经基本上都整理好了，然后把一些地苗起过来就 OK 了。然后这边的肉肉明天的话就是最后一天过来挑肉肉了，明天挑完了就结束今年春季的工作。对，这个是90米盆的那个冰梅，还有这个是那个鲁氏石莲，这些肉肉现在基本上都在慢慢的绿了。前这个就是那个套餐，哎呦这那个盆盆太大了，一个盆盆都放不下。苍蝇都要没啥得了，个那么多苍蝇都要没得了，这苍蝇太好看了。哦，蒲也没有了。对，这边是之前配的那个最小肉肉，品种多，肉肉小的那个套餐还有几套，一二三四套，还有四套。红宝石有，对的没得啊，红宝石好像都摘了是吧？现在很绿的几个肉肉，其实以后都是潜力股。这个春萌，还有那边的玉杯、马库斯。什么绿蔷薇，这些都是潜力股，约等到秋天的时候都特好看，这些肉肉。哇，长好两腿。哎，这里又装了满满一车，这个是挑回去要给大家配的，把每一个人的到时候再拍照。这太阳又出来了，哥。要去割万年草，割了有两个肉的，不然太热乎了。明天再配一天，今天晚上还结了，然后明天配一天，我们就解放了一件事情，算是解放了。今天还有没栗子啊？栗子是不是还有一些？还有一些把剩了的栗子包到里头。这树莓你看嘛，长好长哦，往今年子哪有这么长嘛？往今年子这样子吃的都送的差不多了，不过今年要种的多些。这个要掉落好多哟，掉下去又长，掉下去又长。嗯，就是，好久给它整两个过来。就是。要是拿个刀那个割的话，有点像割猪草。哪里多就剪哪里嘛。今天最后一天挑，哦，明天今天定了的，明天挑。明天最后一天了，然后最后的这些每个发的时候都放点儿，放到后头。还有万年草也是。等到卖栗子的时候，又会有一波。哎呦，长起来了，长得快！太阳中午还是要吃一下。现在科技越来越好了个，都很方便省力，自己种的还安逸个。多花，感觉突然接了一个地方，感觉都光秃秃来，秃秃没得花，感觉都有点不忍心下手了呀。还是要等好多天哦，它这里它都没得花花，都不啥好看了，都剪得好随意。其实没事啊，但是剪刀还是好解压哦。剪刀没找到剪刀，我们家的剪刀随时都在丢。反正明天也要发，还有那么多，这几天天天都要发很多。你他妈哪儿？你在那儿飘了？啥子啊？你这儿要折灯来了？大姨说这个弹簧脚，不然夹死我的耳朵上。到了二百一。
放到那儿去了我。不对，啥子啊？多的吗？是真没得怪的，你看到它没得根根哦。嗯。它放到那里，它自己都要开花。嗯。它自己放到那都要开花。都是个东西的，真实的，生的完全很。就是的嘛。差不多这一排多肉送完了，然后下一排栗子这儿又长起来了。你吃完了？烤得很。嗯。才拿两，走嘛，两豆。这有四盘盘了，给四盘盘先用到都，这儿不够了又再说。哈哈哈！好晒哟，紫米的太阳越大越好看。这土里子那两天看到比五月菜还大。这两天他们还不如五月才收得到个。哎呀，去吹到龙凤山，待会儿免费看不到。今天的任务还艰巨得很。但是过得快，明天还是慢。明天地苗滋滋哇哇的个，滋滋哇哇多，又多又滋滋哇哇的。天包天包都大多，太夸张了，那么多这种。